众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哎，真欢喜呢吼！你是现出是全台湾讲的，咱看呢，所有官员坐一间内底，拢穿同款的这哦，干那咱尔。而且乌色的西装穿袂歹看呢，我即摆认真来看，哇，真水呢！感觉真水的举手。哦，好啊，啊，大拢水，大拢水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但是呢，有啊，咱酒店有滴家讲吼，那高阳姐今天讲吼，迄一天一个东心呢，身体无爽快，送去高医，啊，因呢七八个啊，全弄去高医的急诊室甲看，哎呀，迄个做遐做医生看了惊一跳，哦，啊，恁是对一个政府组织的，拢穿西装，啊，拢一个 logo 安尼吼，也毋是啊，阮是台湾民众，哦，阮知。大拢知影台湾民政府啊，所以即卖呢开始呢，你伫外口，我想你若讲两个三个吼，啊徛到阵吼，啊伫外口，大家拢会对你足尊敬。啊，即卖各国会使呢，会甲你讲，欸，啊要来参加。你讲毋是遐简单呢？参加初级班，参加高等班，啊加起六天呢，哦足艰苦的一轮呢，一操呢，啊就爱点招。敢毋是？啊，有诶，选手在去考试，两百题，哇，足无简单诶！感觉无简单诶，举手。啊，啊，恁来珍惜。我听讲恁内底有人调选手吼，戆戆啊来参加政治局事务局呢？调选手诶人要过来参加政治局事务局，读个歹。选手是考个半工才会考掉诶呢？你若要算人次啦，吼。咱用五届对不对？五届差不多有七八百人的人次参加考试，才调几个108。啊，所以我当想讲吼，要登记的时候吼保留，当然不讲放弃啦吼，讲保留。我想来想，哎呀，搁加一个空诶，空到要死，要保留。你保留你的后悔，我跟你讲，真正你会后悔，因为从明天开始。我们的州务扩大会议就开始啊！什么叫州务扩大会议？就是州长加上副州长十个，加上郡守，那每一个郡啊，诶，郡守拢差不多有30个左右，现准是足平均咧，诶，足都多好咧。这边的考试哦，考得较侪，差不多每一州平均拢超30位的郡守，那边开会，啊，这个开会呢？不是你那个办公室开，我们另外选一个地点开，选什么地点？咱选一个啊，做密室，当这个密室是五星饭店的密室开会。啊，这个、开会呢，喜欢那边开会，因为教大家人如何开会，也要开会举手。你知影安怎开会举手？啊，你唔知安怎开会举手？你无举手哦，你无举手什么意思？你拢一定爱举，你若唔知道你就唔知啊！啊，知啊就知啊！我再问一摆，知影安怎开会举手？你假骗，恁知影安怎开会？恁知影安怎开会？我甲你讲，下一次的郡守考试，我来开始如何开会。我甲你讲啦，台湾人唔知影安怎开会啦。我即摆所谓的开会是吼国际会议，捌含外国人坐到顶开会举手，一个只有一个。你要看，中国人不爱训练咱啊！所有的中华民国的外交官来滴，真真正正台湾人，和你做较官长的零，一个都没有。台湾人唔知啊，零呢？所以你即摆雄雄，他没甲各位讲，因为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，我们要派代表跟你们开会。嗨啦！要代表开会，等下他个莫一笑呢，阿咪那开，卖光咪那开啦，阿那坐你就搞不清楚啦。差不多国外会前，当然是美国是常常啦会来，国外会前有一摆呢，美国吼啊一批啊叫七个，当然拢是白人啦吼，
为美国飞来，飞来呢，因讲哎，无咱来台湾民众啊参观看卖啊，无甲咱通知，就来。你知咱即大门做甲足水对不对？咱个大门个门口有这牌啊，你有看过无？迄牌啊写啥？有写啥？台湾民众安那？中央会馆，写汉文还是写英文？写英语个手。你有把握啊！你有把握，你通讲啊！无把握，唔通讲哦。写英语个手，啊写汉文个手。你哦，恁这什么写汉文？恁看到鬼？恁拢无看啦！我跟恁讲，恁乌白签名哦，即块啦。挂遮尼啊大地，挂伫门口，迄大柱子旁边，竟然拢无看，看的人无超过五个。各位啊，收拾的，即块阁收拾的。我甲各位要求哈，您即马做政府官员，做代志要很小心呐，爱注意边仔的代志啦，即块啦，对吧？台湾 Civil Government Headquarter 是秘书，中央总部啦，那是机密的点。哎，拜托，拜托，你不要看呢。啊，来。那个金湖路100号是亚洲军事指挥中心，对不对？美国的啊，101号什么人？咱呢？多好呢？我讲真正是拢安排好势好势啦。那个100号，咱是101号，100号之一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那想想哦，哎，足侪代志拢冥冥中拢安排好势好势，好来，这恁有看呀，对不对？等下，等下，等下吼，翕一张相，等下吼，讲，啊，有人看无英语啦，啊，有人看无嘛，对不对？台湾 Civil Government 什么意思？有人唔知啊 ，Headquarter 看无呢？所以我甲各位讲吼，恁去参加什么代志，拢一定啊，要眼光四方。爱家己爱知影，你像咱这150、150、150、160个，啊，有看到有看的，无超过5个，很可怜的。啊，甲你问讲，你报道签字有签到，有签啊，签什么物件？唔知啊。嘿，真害呢！你袂感觉真害，会无？家己感觉真害，举手。好啦。哎，老实啦吼，这点是老实啦。但是我甲各位讲吼，你即马爱改啦。政治局跟事务局的点招就是讲，确定你愿意担任台湾民政府的中央内阁跟州内阁的成员啊，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任务，你免烦恼。今嘛很注意看到的，还是不够，还够欠。当然，下个礼拜的礼拜天还有一个补点招，这个补点招呢？就是讲，你愿意，只要是你受过高级班的训练，你愿意的，我们都接受。希望讲这个人数啊，赶快把它凑齐。啊，即马在座有考条军校的举手。啊，你来底下报就是了，戆啊！我不跟你骗，不要在这里了。嘿，郡守开会的时候啊，下礼拜一是高雄，下礼拜二是台南。下礼拜三起台中，下礼拜四起宜兰，啊，17号下下礼拜一台北，下下礼拜二18号起新竹。所谓滚秀，当然你若有全部保留的，我们就让你保留。但你保留，你可以后悔。你当甲你的酒店讲，你愿意参加，啊，所以迄一天呢，你就可以参加。啊，伫五星的饭店。举行哦，唔免立钱啦，中央负责啦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你是啊，你免立钱哦，这么声音这么小，你们不用付钱，中央付钱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恁参加些礼拜呢？我有阵啊吼，大家你讲吼，哦，台湾民政府哦，受信在搞钱，哎、欸，我问你咧，
你捌看到讲一个单位吼，你交一遍钱还是交两遍钱啊？啊，食三年外，有无？恁来参加台湾民政府有定来无？有无？有来超过两届举手，超过。啊，恁来拢有互你饭食无？有无？啊，你食饭有拿钱无？一百块有诶，有啦，袂拢大部拢无拿啦，卖讲一百块啦。我每一届吼，我甲看吼，人讲家己交钱吼，迄信迄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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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盒子内底拢大概拢两百块尔尔啦。我讲吼，我咧甲大家讲，我咧看，啥物台湾民政府啊，做诈骗集团，让迄个诈骗集团交一遍钱，食三年瓜，你捌看对无？我诈骗的点？骗你来吃饭诶！那这边诈骗集团哦，我愿意参加。我你讲就是讲，我要讲的哈，就是讲哈，真正有个人哦，哎，讲话拢哈为鼻腔出来，凊彩讲讲。咱即马很主席郡守呢，啊，就即个后礼拜开始呀，开会。即个开会特别创啥？预备美国来的时候跟他开会。不是跟他中央一起参加，你各州的郡守也可以参加。啊，现在加了就是政治局跟事务局，内阁排定了以后，内阁跟我们中央开会，那当中任务分配以后就开始练习，然后设定一些题目出来。因为台湾人坦白讲，过去中国人无要给你机会，因为伊嘛，伊惊你。唔是咱的头脑无好，咱头脑真好。唔是咱无水准，咱真有水准。咱只不过是六十八年来，给伊的教育，把咱蒙蔽起来。咱拢唔知影，啊，咱蒙蔽，所以台湾人本身又绝对的不合作，拢未堪要看人做头啦。你若做头，就下性命甲你要。这是普通的机关嘛，同款呢。普通的机关拢安那打小报告。阮迄个处长吼无好啦，阮迄个处长贪污啦，阮迄个处长安那安那啦，拢讲一摆。啊，看迄个处长会互你甲救来无？换你升起来，有够笨蛋。人日本人无安尼，你若要升官，干那一个方法尔，去泼墨，去赞赏你的处长。可以升更加高的，想要去做总经理，因为做总经理，伊就把你给救起来，啊不，伊无救你，无必要要救什么人？台湾人的思考拢唔对的，拢用中国人去套。所以我常在要讲，我们台湾鳌拜执政以后，我们要彻底的西化、彻底的欧化、或彻底的欧美化、彻底的向文明国家学习。你不要看我说彻底哦，我们很难彻底，来来割舍很难割舍，你不相信吗？你不相信吗？十八岁以上，你敢看人美国人的受教育？十八岁以后，囡仔都爱出去。你十八岁以后要提出来吃饭，拍摄拿钱，这个是非常好呢。十八岁。你那都知影讲，伊爱家己去打拼，伊才会当换迄碗饭来吃呢。咱即马唔是靠爸祖、靠妈祖，啥物祖拢有。这钱唔是应当给你囡仔。我们民政府我有讲过，我伫决策会议讲过一摆，我们台湾民政府要彻底隔绝红包文化、白包文化。鳌拜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。任何人死亡，所有的费用政府负担，唔免白包了。所谓的白包文化、红包文化是什么文化？是债务文化。有的人就是讲，我即马包一千块给你，后摆阮家若有代志，你换你爱包千五块给我，有无？噶不是拢安尼想诶？累积呢吼？啊，那死愈多，赚愈多呢？
这种文化，结婚嘛同款啊。以后我们咱作为成员，不要包红包，什么包马面，你囡仔不管你过年啊，什么日子唔能包。今日你的朋友结婚，你甲包一千块，啊，即马包百，你有法想讲，我甲偷倒转来，换你结婚。我包一千块，你爱包千五块花嘛？对不对？爱甲你贪嘛？啊，无想无爱平济，啊，毋是？啊，有人结婚两三摆呢？结得越多，赚得越多。这个问题太烫，你看人澳币结婚的时候，无人咧送你钱啦。相信啥？咱可能这个组，咱合起来买一啊小东西，有纪念性的东西给他。那台湾人啊，买一个吃的东西，那不对耶。所以我们的红包文化要隔绝。你看阿扁啊，伊伫上任的时阵，后生结婚生金孙，搁一个生生几下，普通时无机会给你送红包啊，这上好的机会啊，红包一个送，其他拢免讲啊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红包文化、白包文化要根除。过来继承文化也是台湾人很烂的一个文化。十八岁以上，你就感觉讲，有的人不爱做代志啊。阮老爸都有钱啊，而且老爸讲，来，你为什么不做事？啊，我家己去做一个月才赚偌济，啊，比你好我搁较少啊，我才要做。这是真正代志呢，这是真的事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呢。是这种的文化。台湾那边来进步，所以咱台湾，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一摇，这一点我一定要把它想办法彻底改变。我不想当头，但是我会当一个乌鸦。政府若做不对，我要讲话。那一定要养成一种很清廉的文化，一种高度社会标准的一种文化。现在你像王永庆，听讲有几啊千亿嘞，过身以后变成伊的囝儿啊呐，争产、争夺财产，小哥的小哥啦，出来甲爆料也有啦。人家阮的老爸娶几个某，各位，社会的伦理道德已经丧尽了，为着要争夺财产。将老爸生前的不名誉的事情拢公诸于世。因老爸娶真济某，迄当阵有伊的迄个社会背景，但是即马全世界大拢知道王永庆娶足济某的，啊，伊的什么经营之神，不是被我们在心中打了一个大折扣吗？干毋是？啊，你想看吗？你的后代？就是这个经济财产守得住吗？所以一定要千万要记住，当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我会当甲各位讲 ，DNA 不是那么重要。所谓的 DNA 不是那么重要，就是讲将来你的囝不一定爱放给你的囝，别人的囝当作你的囝，这才是有效。社会就是安尼嘛，敢毋是？但是我相信，我讲这个话啊，在座啊，90%以上不一定能够赞成。大家讲啊，这个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，no。所以，我有在想啦，我袂当干那嘴安尼讲。我伫甲阮太太咧讲哦，我们应该去领养一个孩子，做一个以身作则。我们也可以栽培，不一定是你的血统。的囡仔，敢毋是？我伫讲这個，毋是干呐讲这囡仔代志。我伫讲着我们台湾民政府以后的结构，以后的社会秩序，要怎么样来从头建立？十八岁以上，我讲过，十八岁以上
查甫查某，政府配当给你一间厝，给你下当唔免讲为着这间厝去拍拼。你有厝好大，你有头路好食，安尼种的日子，你免贪污啊，噶唔是？今日是政治局、事务局的电招，所以我跟你讲这個。普通上课我无要讲这個。那原因是后摆是咱台湾民众在座拢是台湾民众所有的政府官员，你一定要从过去有一些想法，过去有一些做法，要彻底彻底的改变，同时要去实行。像那日本，自妈咪海啸以后，的所有人会当排队来买物件，甚至家己枵死甘愿。为了社会的秩序的维护，咱台湾人敢做袂到？台湾人做袂到？台湾人做袂到的原因是啥？因为咱接受了中国的文化。近摆伊就甲你讲哦，中国有五千年文化，敢那这里中国有五千年文化了，就是骗子。中国文化五千年吗？历史甲看起来，文字未超过三千年。你无文字，你是变那创什么文化？中国的文化真真正正三千年了啦，剩下两千年拢是假。讲中国文化很好，啊，西方文化呢？所以你甲看，咱去甲看，伫国外的生活，甲伫台湾的生活，甲伫中国的生活，多么不同啊！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观多么不同，所以我常在想，若要让咱台湾后摆变成一个全世界上盖好、上盖当适合台湾人居住的地方，我们要花的力量有多大？而且多大的责任在各位的身上？赚钱敢是咱唯一的目的吗？不一定嘞。有饭好吃，有厝好住，有一个真正当的职业，每一年有固定两个月的休息，你可以四处去旅游，你们夫妻感情很好，离婚率很低，这就是我们所渴望的，干不是？竟然这么少年啊，两对一对离婚，可怕呢，真正很可怕呢。安尼就家庭的伦理、家庭的价值袂无去。即摆文化变成啥？什么人抢会赢，什么人摕去？各位，这个都不对了。社会的公平不是这样，干不是？所以今日您来去受训，你来点招，你是政府官员，你们负有重大的责任。虽然咱不是讲明仔马上要执政，咱还要有时间会当用咱脑去思考，我要怎么样当一位很好的执政者，在这各位拢真有机会做科长、做局长，是不是做郡守、做州长、做什么官员、做总理，都有机会。做一个总理，敢就较好吗？不是呢。做总理，你的责任很重呢。啊，你都其他人都无责任吗？大家会当伊家己的工课，甲做好势，这上盖好呀，敢不是？你把你的职务甲做甲真完善，这是最社会有贡献的。你也看现主席在政府官员。有红包无？做决定。你有请我吃饭无？做决定。后摆，这款吃饭的文化、红包的文化都要根除。所以咱为咱台湾民众开始做起，咱就要吃饭改变。过去尤先生真好，吼、哦，给咱吃到，啊，吃一个饭哦，哇，才七八项。现在改了，我改一共三道菜一道汤够了，一个荤菜
唔是鸡肉，啊无是猪肉，啊那无是牛肉，就够了。啊，两个青青菜、素菜，啊加一个汤，啊敢食袂饱吗？食会饱。即句话你甲看，柯文哲即两天伊讲即句话真好，我听了嘛真感动。伊讲伊去用请人去。嚯、哦！人伊请一顿26000块的大餐，甲伊伫路边食罗马饭的一顿，隔两天去便所，放出来拢同款。伊恍然大悟，26000块放下一步，食80块嘛是一步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同款？各位，你不能笑，你要深切的体会。我看到那段，我恍然大悟，我自己也要改过来。看到那段，我跟尤先生讲，我主动跟他讲，尤先生，你对我们很好，我们都很高兴。但是咱不免安尼，你中道你吃安尼无饱的牙手，你吃未饱的牙手。吃袂饱，我嘛甲你讲啊，你吃袂饱，过一天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吃到足清气的牙酒，我你看，大拢吃到足清气。啊，过去，再吃饭，喷烫三烫，即马改这个方式以后，这一两礼拜来，喷烫无喷啊，免烦恼啦，猪袂枵死啦。我是讲实在呢，我是讲实在，我讲哦，我讲这话哈，真的是语重心长。这一个小地方的改变，咱有真侪所在嘛爱改啊。过来爱改什么物件？我们的礼仪。我真歹势，我无法度讲每一个人拢叫你的名叫伊出来，这是我不对的地方。那这无你有看过我嘛？干不是？我徛伫遐上几下摆啊！当然，我唔是讲你看到我，你一定要怎么打招呼啦，唔是这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大家修旧门，同志跟同志之间要修旧门，什么人都无较大啦。你做我做秘书长，敢就较大 ？No。我无较大，我做一个聚会完，每一个州的学员，我有看较细，嘛无较细，大家拢一样多，一样大小。我真感慨讲，人德国也好，甚至日本也好，尤其是德国、欧洲来讲，总理的薪水和木匠的薪水同款。你没有办法想象，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物件，薪水都差不多，都同款。咱台湾无同款，因为中国文化，跟你讲，你一定要念大学，你一定要念研究所，一定要当博士，你破出啥喏？我这两天含咱驻日代表，我咧甲伊讲，奇怪。伊讲奇怪，啊明明就这样和平条约写安呢，啊是用日本人啊空空，到即摆还搞不清楚。我甲伊讲，过去日本住伫台湾，迄个大赛啊，叫做赛道斋藤，对迄年，伫高诶伫嘉义大学讲迄个。就这样和平条约的事情，日本没有放弃台湾的主权。那个人他说，林上，我将你的这些东西报给我们日本政府。我很奇怪，这边我读的和你日本人读的大家都赶快，为什么你们的解释跟我的解释就会不一样？他说一个重点出来，这重点是什么？
因为我坦白告诉你，我甲阮日本政府讲，日本遐国际法的朴书不懂得英文，翻译错误，啊，日本国要求，伊讲政府规定的教科书，迄就是标准呢，袂当甲随便修改，甲台湾同款啊。中华民国所学的这朴书，敢那旧金山和平条，伊就袂晓翻啊。朴书翻唔对去，伊国家的政策都唔对去啊。我讲迄第二条 ，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， 敢那即句都袂晓翻啊。台湾经济国际法的朴书讲啥？啊，日本已经放弃台湾主权。拜托诶，主权这个字叫啥 ？Sovereignty。为头到尾，敢有看到啥问题？无呢？伊讲啊 ，right title claim 加起来就是啥问题？乌白解说，真正乌白解说啊！往后你若要安尼解说，无你嘛去看人迄签约迄个人叫做吉田茂，吉田茂出一本册，人伊写讲，我们日本政府没有放弃台湾主权。我们只是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，right of sovereignty， 是不是叫 right of sovereignty 管辖权？日本政府可能放弃管辖权了，可见这个 sovereignty 这个主权要搁在某一个人的身上，大家吹啊，大家吹啊 ，sovereignty 到底是对？在日本天皇，就在日本天皇的手上啊。日本天皇马关条约足清楚的，过去的朴书、国际法朴书嘛拢读一半。马关条约凊彩看看，啊，就知影讲哦，清朝已经将台湾澎湖挂给日本了。这么简单的解释，错误。什么叫清朝将台湾澎湖挂给日本？这日本是代表啥？日本政府啊，是日本天皇。天皇甲政府无同款啊，咱上课讲啊几啊摆，敢毋是？所以各位，我们的责任也在这个地方。英语你拢捌猜过，一直念的不错，然后嘛拢考警官，拢捌一半尔啦。啊，若捌一半，请问，当你翻译以后，要甲台湾人讲，你有没有想到说？你的责任有多大？该派最近我才听到，有一个台独大师姚嘉文，我甲讲过几摆吼，我是不爱讲伊的名啦，啊，不讲姚嘉文啦，姚嘉文，啊不，姚嘉差，安尼知无？我不攻击他嘛，伊讲一句话，我是吼。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太久了，失效了。我想我要来问姚嘉文呢，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你的结婚证书有没有失效？有无？您诶，现住在座各位，已经有男男女女各各，因为已经结婚的，请举手。我跟你宣布。结婚证书已经失效。啊，你若讲是哪个？不是我讲的啊，姚嘉文讲的，笑死人呢！是不是笑死人？你跟你讲，啊，这款人讲国际，讲好是读到什么破书，单两字够他笑亏啊！我讲错了，陈龙差，哎，陈差字啊。有总统选举跟民主制度，台湾已经逐渐演变为主权独立国家。哇，这个话离谱！我今日骑卡达车，明天逐渐演变为宾士，笑话吗？笑话，你懂听有啊？但是你懂你看到伊的文章，你知道是笑话吗？以前。我以前啦，即马你知影啦。
那以前你知影笑话吗？但是你有讲嘛？你边的周围人，你捌甲伊讲无？你知影，但你唔敢讲。你干嘛讲？嗯，啊，人咧扑输呢？各位，全世界无讲无人讲英语博士讲的，就这句 no。你小学毕业也可以，你自己本身的教育程度不足以，不足以讲代表讲你没有学问，你没有知识。当然要有信心呐、啊。我们马上执政，我们要无缝接轨，我们要和平。我们绝对不要武力，咱一定按部就班。咱和中华民国绝对不会发生冲突，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叫向谁接掌政权，是向美国军事政府 USMG， 而中华民国撤退以后会把政权交还给USMG 美国军事，然后我们再将它接，所以我们不会直接找中华民国来接掌政权，很清楚。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跟中华民国发生任何冲突，所以你没有必要来挑衅。咱有的人也真奇怪呢，这款拢是少年较济啦，少年唔惊枪击嘛吼。少年啊，咱去发传单，照去警察面头前，你们是流亡政府，你们马上要离开了，干嘛？嗯、啊，咱真正在南崁，你本来说有两个叫去派出所呢，都咱去跟伊讲呢，讲你为什么抓他？你根据哪一条？当然根据没有半条啊。没有啦，我是请他过来喝喝茶。所以你要怎样？你要懂得法理。咱有个人开车开咱的车牌出去，警察给他抓下来，这两天发生的尔。有一个同事打电话给他讲：“哇，好不容易我开了半年，终于碰到警察来临检。”我哦，我唔知要讲啥咧。啊，林检啊，啊，警察那讲，啊，我用迄行车记录器甲翕起来，我有拍照下来呢。用迄警察来甲点吼，按来看，哇，我终于碰到传说中不能开单的红牌。啊，伊甲问讲，你要开我的单子吗？警察没有，我没有开。哎，你可以跟中央讲吗？哎，很近的，咱要中央呢。连警察都知道我们中央呢，因为你可以中央讲啊，那个红牌跟白牌啊、哦，是不是能够交换一个位置？白牌都监管了，红牌在下面。用你猛中央往那边猛啊，绝对不可以啦。台湾民政府是唔免向你中华民国登记，但你中华民国爱向台湾民政府登记呢？我问你，咱党的东西。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到今日为止，你所开的车有去用开一张红单无？自己超速迄另外哈，就讲因为跨两个百克开单无？有无？有无？没有呢，没有呢，真正无呢。即马到处都着警察，大部分拢是吼，因为好奇，啊，有刚看到迄牌讲，啊，这是什么牌？这是。使馆车吗？大使馆车吗？因为拢写英语嘛，伊看无嘛，啊，就该改税。这是台湾民政府 ，USME 叫做美国军事政府。啊，有诶较臭屁，你若要甲开单哦，你爱去甲 AIT 问。AIT 是民间组织，当然甲你问 AIT 啦，啥咧乌白讲一场呢？你若讲去问美国国防部嘛，较差不多。我叫人去问 AIT， 我讲伊真正去甲你问，我甲你讲，即摆问 AIT 讲，阮哪有去张车啊？无啊？
这是咱的车牌，咱即摆车牌吼起大价。我前两礼拜宣布以后吼，哇，即块车牌买卖有够热络啦。伊讲哇，秘书长讲吼，即块车牌用一世人咧，我无讲一世人咧，互你十年就真好啊，敢毋是？有即块车牌举手，哦，遮侪人啊无挂举手，无挂出来举手，啊袂挂。我跟你讲吼，阿袂怪吼，明仔我甲你收倒转来。你不爱怪，你是你提牌要创啥？足侪人要挃的呢，即摆一支票要变偌济？2万块呢？你们哄抬物价袂使，因为足济个酒店，这两礼拜拢拼命伫找我伫找讲吼，还佫车牌，还佫。我选来这样样热络型啦，啊你无代无，你甲宣布迄车牌会当用十年拢免缴税金。哦，原来都是以缴税的多少做取向。我甲各位讲，你做你挂啦，有代志拢讲我啦，叫开我啦，开我的红单啦。啊，若唔敢挂吼，互别人挂啦，无猜人的米，对不对？啊、是因为挂那牌主要是要宣传讲，美国已经跟咱讲了，我们可以挂。啊，你有钱你买买，你不爱挂，很可惜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啊，甲收手的来卖好，咱买其他要挂的人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这就拍手啦。当然这袂使安尼啦吼，人的物件，你讲强迫讲提，你们共产党个。人的就是人的啦，哈！啊，人伊较巧啊，啊，伊原来就讲，我买起来做纪念的啊，啊，你无有法度呢，你一千块尔啦。来，要甲各位讲吼，台湾民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按照法理；台湾民政府所说的每一件事情，拢将按照事实在说。下礼拜，甲这个下礼拜。我去台湾各州去跟开过这个扩大会议以后，我们的郡守的工作就开始全面进行。啊，伊当阵咱全台湾有150个郡守，伫150个点，全部去超过319个乡镇，拢有咱的办公室，拢开始运作，速度就是很快了。当然。今日我是担任最后一节课，啊，我袂甲你浪费时间，啊，无等你干嘛？干你高铁坐袂着，讲我会害你的，即马超过3分钟尔，所以各位，赶快一句话，今日已经点招以后，咱有真侪东心无当来点招的，拜托你甲伊讲，打电话甲伊讲，赶快回来点招，错过这个机会，他一定会后悔莫及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